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筹划，以及这几夜日夜不休的准备，毕业舞会全体制作团队终于在今天给了各位这么隆重的呈现。各位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请跟我一起倒数5、4、3、2、1，迎接舞会开始好不好？5、4、3、2、1，毕业舞会正式开始。好的，那接下来还记得我们在一个月前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热烈的 Party Queen 跟 King 的投票吗？今天三组候选人都已经来到现场，今天就是他们一决生死的日子了，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准备出场。不管你们是不是候选人的支持者，也给他们热烈的掌声。第一组候选人 Queen 的候选人是22岁，现在身高167公分，自称为台北人，他的体重未知数，他是资商与临床心理学系 Tina。 以及我们的 Party King 的候选人陈鼎奇，国际系的同学，他拥有 model 的身高以及体重，虽然前阵子在外环道摔了车，但今日依旧不减帅气。接下来第二组候选人，第二组我们的 Queen 的候选人，他有着非常爽朗的性格，勇于冒险挑战，而且他还是一对的枪法高手，他就是我们英美系的季杰，以及我们应数系的周子顺，绰号阿趴，他可是我们东华火舞社的创始人哦。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三组 Queen 跟 King 的候选人。第三组 Queen 的候选人，我就是我，与众不同，尊爵不凡的金牛座帅类物理系陈彦瑞，以及我们的幼教系的曾建伟，他可是我们的师奶杀手哦。好的，那接下来三组 Queen 跟 King 的候选人介绍完之后，当然到了主持人的自我介绍时间啦。耶！来，那首先呢，我要先为各位介绍我旁边这位美丽的女伴，她是东华大学有着徐若瑄容貌，因此有小徐若瑄之称的星云。以及我旁边的这位帅气的男伴，号称东华名主持人陈威仪。好了，那我们现在三组 Queen 跟 King 就在你们的后头了。待会呢，我们8点就会开始开放 Queen 跟 King 的投票，投票时间直到我们的9点为止，请将你们手上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认为你们今天最想要让他们当舞会的 Queen 或是 King 的人。 OK， 有没有问题？好，那在一个非常热闹舞会开始之前，当然有几个注意事项一定要向大家一个仔细的宣布啦。那首先就是我们的手环，各位在进场以及在你们拿到毕业舞会门票的时候，你们信封袋里面都有一个手环，它长的样子像是这样，灰色的一个手环，请将它戴在你们的手上。这个手环非常重要，因为它至关到你们待会的活动以及是否能够拿到神秘的小礼物，请记得一定要把它戴好。 OK， 好，那接下来还有，以及现在我要介绍调酒券的部分。那相信大家刚刚在入场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有发给你们一张
调酒券。那在待会在长官为大家进行开酒仪式之后，大家可以到我后方的调酒区，跟我们帅气的调酒师兑换你们的酒精饮料。哎，那欣允啊，听说今天啊，今天会出现的调酒券不只有这种简单的款式，听说还有特别的。对，你们手上拿的是一般的调酒券，那待会我们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之中，我们会发放特殊的调酒券，就像魏英手上拿的这张红色的调酒券。那他们会在我们限定的时段由调酒师为大家调比较特殊的调酒。对，没错。那在这是最简单的，我们现在接下来讲完两个注意事项之后，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是每一个活动都要注意的，就是你们的自身安全。因为我相信呢，今天有很多女士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因此你们穿的高跟鞋可能有一点点的高度，在待会的活动有些比较激烈比较热情的时候，请注意你们自身的安全。那男士呢，你们要注意什么呢？你们就是要负责照顾好你们旁边的女伴。男士们有没有问题啊？看来男士不太愿意照顾身边的女伴。那怎么办？那算女生吗？还是当自强好了？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几位很重要级的人物。对，首先我们要介绍整场都会陪伴我们的 DJ Sona， 他在我们舞台的后方，请将我们聚光移过去。对的，他是我们从德克萨斯州特别请来非常非常优秀的 DJ Sona。以及在 DJ 台的两侧有我们帅气的调酒师蔡振荣以及简子祥，虽然他们都只有大三的年纪，但是他们曾参与过多项的调酒比赛以及出席各式的调酒节目。那请为我们的调酒师热烈的掌声。好的，那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典礼绝对不会缺乏了几位很重要的人物来参加，因此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几位在东华大学里面有着非常高声誉也非常重要的几位大人物啦。那第一位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吴茂坤吴校长跟他的夫人。宣布舞会开始就可以了吧？没有，我想我就不多讲话。今天就代表东华大学，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是吧？我们就说，要不要叫学务长？好，那我们现在再有请我们号称东华林书豪的李大兴李学务长，以及学务长夫人。是的，那我们的大兴学务长也到台上。那接下来第三位是我们东华大学学务处副学务长吕学华，吕副学务长，用热烈掌声欢迎他。长官没有来是不是？我懂，一定是大家热情太多了，这样学华老师被吓跑了。好，没问题。那当然这是一个舞会，那相信大家刚刚在6:30开始进场之后，都会在我们场面后面的荧幕看到了我们的华尔兹舞步教学。那当然这个舞会最重要的就是跳舞的阶段，也因此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华尔兹跳舞时间啦。首先让我们先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长官为我们开舞。好，有请我们的吴茂坤吴校长以及夫人为我们今天的毕业生带来我们的华尔兹开舞。那也有请我们的李大兴李学务长以及夫人为我们进行今天的开舞。大家
不是要给长官们热烈的尖叫？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Party Queen 跟 King 要开舞的时间啦，请你们两个成一对，也到我们台下开舞吧。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既然都已经有人开舞了，你们怎么还傻傻的站在这边呢？你们今天不是观众。对啊，是你们今天一定是为了跳舞而来的，赶快牵起你旁边女伴的手，开始一起跟我们一起跳华尔兹吧，请不要害羞，各位男士们。我们的女性朋友也请你们不要害羞，如果有携带男伴来的女性朋友一起来。开始，我看到已经在某一个地方已经有人开始牵起舞伴的手，开始跳起曼妙的华尔兹。那接下来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朋友来参加今年这场舞会的朋友，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音乐进行华尔兹的律动。赶快把握你们机会，牵起你们身边美丽女士的手，邀请她与您共舞。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登队的伙伴已经开始在舞池中曼妙的起舞了，请其他还没有开始跳的赶快牵起你旁边无论是男士或是女士的手，开始跟着音乐一起律动，一起跳着你们属于你们两个人曼妙的舞姿。如果你身边没有男士或是女士，但是你也可以找你的好朋友跟你一起跳华尔兹。每一位都是男主角以及女主角，我希望你们不要吝啬你们的舞蹈。Stand.